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拉它尾巴，慢慢的把它拉出来。哇，哇，一条海蓝哦！哇，好大一条！哇，哇，这个不敢拿手去抓，它又游到坑里面了。看来这个是它的窝，又游回它这个坑了。刚追了一条皮皮虾过来，黑色的，躲到这个石头里面了。来这边，哎，它速度好敏捷，跑到里面去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看到没有？哎哎哎哎哎，有了。哇，它那两个夹子特别像那个拳击选手，很厉害的，嘿嘿，不错，意外的收获。上次抓到了，网友们说这种皮皮虾很好吃，阿平这次要把它收回去了，收到桶里去。这么大一个螃蟹洞哦，哇，这个有螃蟹的话，估计要这个大螃蟹哦。哎，哦，有条鱼在里面，小小鱼好像。哦，海鳗哦，不是鱼哦，看那个头在这里。哇，呜、哦、呜、哦，一个大家伙。哦，躲在这个坑里，那个尾巴在这里，头部在这边，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抓出来，慢慢的放到桶里。把桶放这边，桶太小了，把它赶出去。进桶，进桶，哇，进桶了！哦，那个桶都不够抓。哦，哇，有了！哦，哇，那么大一个发财了，赶紧拿到岸边。哇，这一条海蓝。哦，终于逮上来了。哦，这个估计有个四五斤了。哇，大家伙。海鳗中的一种，很贵哦，这个100多块钱一斤哦。哦，今天有个几百块哦。赶紧的收了。这边潮水都彻底已经干下去了。咱们还是去那边有水的地方去寻找吧。哎、哦。哦，有个大家伙在里面偷吃呢。看。哦，一个大青蟹，逮到了一条这个傻瓜鱼，嘿，这家伙，盘呢？先把这个鱼给弄出来去。哇，它抓的好紧啊！哦呦，嘿，哦，有了，哎呦！这估计是到那个水里面去逮的鱼了，收获不错、哦，谢兄。阿平收获也不错，一箭双雕。这个鱼还没有味道，还是给它收吧。这些是可能那些渔民出海了，下了网，拉不起来了。咱们给它收上去吧。上面全部缠绕的这些海菜。哦，这边有条鱼。哦，一条鲨鱼，哎，已经翘屏子了，看，哦，缠绕的，哇，这条鲨鱼，临死之前，肯定是做了最后的挣扎了，看，把它解出来，哎呀，哇，这深海的鲨鱼怎么会跑到这个礁石边呢？可能是想上来捕食的。结果撞到了这一条网，还算很鲜吧，可以给它收回去，给它晒成那个鲨鱼干也不错的，自己晒自己吃，省下些买菜钱。这个咱们继续给它收上去。哇，看一下上面这些海菜，看一下有条鱼在下面。这个水坑里面
估计是涨潮了，游到里面去玩，退潮了就搁浅在里面了。小心一点。哎呦，阿健脚死了。哎呀，有了，啊，一条两点，哦，不错，收了。这边还有个水坑，好多那个九柄蟹啊，跳跳鱼也很多，扇贝，也叫它金叶子。他们这种一般都是在捕食，他们把嘴巴张开，你不那个小鱼小虾呀游到里面，它就直接给吞闭了，这个不能拿手去摸啊。长在那个珊瑚礁上面，漂亮吧？呀，哎呦，这东西好吃啊！哎呀，又是两个，错的哟。今天抓了好多这个金叶子了，里面应该没了，走吧。哦吼，这里竟然有条鱼躲在里面呢！看，这个估计是满潮的时候游到这个水坑来玩了，出不去了。好大一条！哎。哎呀，抓不到它！哦哟，还会跳哦！哇，那么大一条荷包鱼，它直接就想跳出来，跳到海里哦！听到那个海浪声，哇！今天的海浪有点大哦。这边有辣螺，今天的辣螺很少，不像往常一样那么多。哎呀，可能是潮水还有点大的原因吧。好多寄居蟹，看，都是寄居蟹。哟，这里躲着那么多辣螺肉仔诶，应该有十几个在里面。哇，看一下这一条那么长的海蜈蚣在捕食。钻回坑里面去了，受到惊吓了。这边有两个漂亮的响螺，咦，动动的，这个应该是寄居蟹了。嘿嘿，这寄居蟹来的。你俩是双胞胎吗？抓到他们就躲到里面去了。这贝壳挺好看的，但是不忍心带他们回去，给他们放在这里吧。这边有个超级小的肉仔红蟹，哎呦呦呦，小小还挺凶的，哎呀，哎呦，要咬阿平啊！这家伙给他抓出来，逮他出来，不要赖皮哦，抓到里面去了，出来了，展示一下，阿平又不吃你。这边有个大海螺，看一下啥螺，那个青皮螺。哇，这个太肥了吧，大金刚啊，多来一些这样的就爽了。哦吼，这好货，哎呦，好东西啊。那边还有这个比较深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咱们本地话叫黄金叶，这种也可以叫它扇贝，
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帽子螺。哇，这边那么多好货。哦，金光闪闪哦，像金叶一样。哎，给它收进去。这里有蜡螺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装在这个石头上面，五个，不错哦。诶，这边是什么东西？看一下，废弃的渔网。哇，这个啥？好像是那个中华号哦。已经领盒饭了吧？被缠在这个网上面了。哎呀！哎，还活着！赶紧的，帮他给弄出来。哇！呜呜吼！看一下网友们有没有见过这种东西？中华号哦，史书记载，这种生物。是海洋里面最远古的生物之一，它的生存历史和恐龙是差不多一样的，非常的昂贵哦。它的血液还是蓝色的耶，已经列入了咱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哇，看一下，呼呼，好大一个！赶紧的，把它丢到那个海里面去，要不然的话，一会儿被人家其他赶海者看到就要抓走了。还好你运气好碰到阿平咯，要是碰到别人的话你就真的领盒饭咯。走了，回你家去吧，咱们去把那个废弃的那个渔网给带回家吧。哎呀，往往来海边翻开这种珊瑚礁都会有这种猪仔螺的，躲在里面。收了，这边还有个大的。哎，里面有两个海螺，不过太小了，看躲在这个坑里面，咱们找大一点的。哎呦，有个螃蟹躲在这个石头坑里面。哎呀，哎呀呀呀呀呀，哇，这石头蟹好看吧？嘿，还是想躲在里面，看有没有小鱼游进去吃小鱼之类的。快要涨潮了，赶紧的。哦吼，这里又有一个寄居蟹。哇，这螺壳好老啊。珊瑚礁里的皮皮虾。那在坑里。哎，好了好了。速度好快啊，这家伙。麻烦了，抓不到它了。这皮皮虾速度太敏捷了，算了，走吧。呀，这边有货，是一条海扇哦，它在找那个坑钻呢。看，抓海扇的话，中指就 OK， 给它锁骨。哎，有点滑。哎呀，哈哈，哎，挺凶的这家伙。呜、哦、哎呀呀呀呀，哇，力气好大呀。哎呀呀呀呀，看，哦哟，不服输啊。熟了，这边再找一下。好像是一只螃蟹，刚刚隐隐约约看到它。跑到珊瑚礁里面去了。掏一下。哦哟，还挺深哦。哎。这应该是一个暗洞来的，拿手去摸一下。哇，里面有货！有有有有！呀，哎呦，哎呦，被咬了一下。
原来是一只面包蟹哦。这家伙好大一个，夏天特别多这样的红色面包蟹哦，里面估计还有。再掏一下，哦，这是一个深坑哦。哎，哦，又被咬了，太深了。算了吧，还是再找别的地方吧。看到没？又有螃蟹抓咯。大退潮之后，螃蟹特别的多，抓到你累。嘿，哎哟，这个灵活年轻力壮的，跑得倒挺快哦。中个头的石头蟹。看一下咱们今天的收获吧。唯一抓到的一个值钱货已经放回大海了，抓了一些螃蟹。嘿，这个只能拿回家给小阿平吃了，卖是卖不了什么钱了。这些小海螺他们都不怕太阳晒的，真是厉害，越晒越白。哦哦，有头，海鳗海鳗。哎呦，是海龙哦。哦，小心点，好像吃了一条鱼在嘴巴里面了。看那个嘴巴那里鼓鼓的。哦呦，这个小心点，他盯着阿平看，阿平有点害怕他。哎呦啊，他不让动他尾巴哟。哎呦，不会对我发起进攻吧，兄弟？哎哎，小心他逮住他尾巴。喂，哦，好滑，我转到洞里面去了。赶紧给他拖出来。哎呀，哦，差点被他跑到那个岩石坑里面去。哇，这家伙估计有个一斤了。收了收了收了，赶紧放到桶里。再找一下这边还有没有。哦吼，这么小的面包蟹就开始出来讨生活咯。看，超级可爱的。这种面包蟹很好看哦。嘿嘿，爬山越岭，你是不是去找你妈妈呀？小家伙，给它放了吧。哎呀，今天都没有什么海螺，看这些镀金螺躲在岩石下面。这是小鲍鱼哦。嘿，这个肉仔的咱们就不动它了。喂，哦，螃蟹。哇，看一下这家伙。哦，逮到了一个漂漂亮鱼啊，被它给逮了。哇，这啥情况？哈，哦，兄弟你太猛了。哇，这家伙啊太牛了。哎，看一下这条鱼，咱们看一下能不能抢过来。哎呦，那你抢不过他。哎呀呀呀，他不肯放。哎，你看看，他想跑到那个洞里面去，这个估计是他的洞了。咱们给他，哎呀呀呀呀，还挺凶哦。哇，太牛了。哦，收了收了收了。有条鱼，有条鱼，看到它了，它躲在个岩石下面，不知道一条啥鱼的，看不清楚。后面，咦，看，哎，那个尾巴在这里，看那个尾巴，哎呦，哎呦，逃不出来了，哈，这什么鱼啊？先看清楚，咱们再拿手去掏它，要不然的话，怕有毒的鱼。这条什么鱼啊？好像是一条金鲳哦。哎呦，哦，跑出来了，看它要钻到里面了。确定是金鲳鱼没毒，咱们拿手去抓它。有了有了，逮住它尾巴。哦，跑了跑了，哎，自己跳到岸边了。你这家伙还想跑？哇，那么大一条，过瘾咯。这石头坑里面还有好货的，
再找一下。咦呀，这边发现一个海螺，看躲在下面。这是一个响螺来的，看它两个眼睛，盯着阿平看。这家伙，拿夹子给它掏出来吧。哎呦，麻烦了，原来这是它的窝，差点把它弄到窝里面去，掏不出来。哎呀，哎，有了。好大一个哦，好肥呀、啊！哦，差点把它打成脑震荡了。兄弟啊，你没事吧？收了收了，再找这边看一下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赶海就分享到这里吧。有喜欢赶海的朋友，记得给阿平点一下关注哦，说不定将来有机会来海南旅游，阿平带你们来海边被螃蟹咬一下，体验体验赶海的滋味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